四位领导人夫人的合影，刊登尹超的站位，妥妥的大姐大。这张照片拍摄于1959年6月底，拍摄地点是开往庐山的船上。照片左起，邓颖超、康克清、王光美、张倩。邓颖超是周总理的夫人，康克清是朱老总的夫人，王光美是刘少奇的夫人，张倩是陈老总的夫人。他们四个站在一起，绝对是一道别样亮丽的风景线。照片中，邓大姐靠着栏杆在说着什么，康克清、王光美、张倩一字排开，都在认真的听着。看邓大姐的站位，妥妥就是一个大姐大妈。事实情况也是如此，邓大姐是1904年生人，比其他三个人的年龄都要大，比他们入党时间早，比他们参加革命早。关键是邓大姐这个人，为人豁达，心胸宽广，关爱他人，事事总是为他人着想。所以，邓大姐在我党我军享有崇高的威望。好多年龄比她大的同志，都愿意叫她一声邓大姐。邓大姐像周总理一样，为人很有亲和力，和他们打交道，总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。看照片中王光美等人，笑得跟朵花似的，你就能感知到邓大姐那种超凡的魅力。都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，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。周总理肯定算是一个成功的男人吧，他的背后不就是邓大姐吗？订阅我，一起聊聊。